玫瑰龙，啊，第一次吃，也是刺身中的极品，我这还不会弄呢。啊，虾线直接出来了。那刺儿也老尖了，哇，这肉挺好看的。看起来就好，但肉老嫩了。嗯，好吃。哇，香呢！嗯，这肉挺鲜的。哇，这刺儿，哇，这么尖，哎呦，这个挺好，虾线一下就出来了。太尖了，看这肉多嫩。嗯，太好吃了。